刚才我去给楠楠打水，不消半刻，回来便发现楠楠不见了。公子，这是楠楠的字迹，定是给我们留线索呢。哎，别冲动。 楠楠，娘亲，哎，小心有埋伏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救楠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楠楠安然无恙给带回来。等等，这匕首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，你拿着。你和楠楠必须平平安安一起回来。放心吧，还等你拿解药呢。 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这儿。玉阳君竟然孤身一人，对付你这种角色，我一人足矣。叶修毒，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。若想要他活命，就乖乖的束手就擒。 你是不是自知不是我的对手，才用这么下作的手段要挟？也好，这一次我就要你输得心服口服。<笑>
事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楠楠呢？我让他去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了。公子，刺客身上有刺青，刺客伤口发黑，好像是中毒了。于青洛，你可别告诉我这匕首上有毒啊！你不是也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呢吗？其他黑衣人身上也有相同的刺青。这个刺青和琉璃身上的一样，难道这些杀手都是修罗门的人？见到琉璃后，定要将此事告诉他。看你的反应，这刺青以前见过。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叫做修罗门的专属刺青，但对他并不了解。修罗门。香菱姑娘现在情况如何？香菱姑娘现在气盛血涌，脉搏大起大落，此乃体内邪火旺盛，若再不诊治，恐怕是挨不过子时了。恳请黎大人让在下为香菱姑娘诊治。慢着。主人，属下救驾来迟。哈哈，娘亲，是我让小百合去报信的，我是不是很厉害呀？嗯，这冬玉药师可真坏，为了拿冠军竟然下药用血蚕控制我的香菱姐姐，还想让我们以为是他治好了香菱姐姐。我的香菱姐姐呀，
经诺。是李大哥呀，进。李大哥找我何事啊？这就是传闻中的神农一点啊。我知道青洛医术高超，却不曾想青洛就是大名鼎鼎的鬼医啊。这件事情还有劳李大哥帮我保密，毕竟行走江湖的低调一点为妙。我定会守口如瓶。哦，奖金呢？奖金被叶叶公子先一步领走了。好啊，违反契约，看我等会怎么找你算账。对了，李大哥，我还有件事情想问你。你可曾见过一块刻有喜鹊站在梅花枝头的玉佩？喜鹊？不曾见过。那我就不跟你见外了。我们曾经到底是何关系？莫谦，你即刻去查查这秋罗门背后门主究竟是何人。浩然突然怪疾，医者被杀，我们被黑衣人追杀，这三件事同时出现，这背后必定藏着针对于我们叶家的阴谋。是，我去会会那个东域药师，或许能从他嘴里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我怎么可能做出红杏出墙之事？这只是余作霖的片面之词。以我对江雪的了解，也相信他定不会如此，对吧？怎么可能？如果真像那个什么破余将军所说，我因红杏出墙被他休妻之后羞愤自尽，那怎么解释我被琉璃从潮白河救起，脚上还绑了一块石头呢？肯定有问题，我定是被冤枉的。放心吧，青罗，我定会为你查明真相。多谢李大哥。其实今日我来本是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在下奉君上之命举办医仙圣手大赛，其实是为了给户部尚书叶浩然寻一名神医。叶尚书实乃我封苍国栋梁之才，却不幸染一怪疾，其症状与香菱姑娘的病症一模一样，若再不医治，恐怕竟有此事。我本是希望青洛能进京为叶尚书治病，可如今我却希望你打消去京城的念头。我担心余作霖会对你不利。李大哥何出此言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当年你爹荣升太医令，君上赐婚于你和余作霖，可惜好景不长。七年前，韩大人作为行医人员，代表封苍国参加四国大赛，却因队长叶王决策失误，导致包括韩大人在内的全体封苍国参赛成员全军覆没。韩大人也。那韩家？韩家自此没落。当时你已嫁于余作霖为妻，余家也因此不再受君上重视了。这么说来，余作霖是被韩家给连累的？恰恰相反，余家不久之后就传出了江雪过世的消息，仅三个月后余作霖就又娶了丞相之女李冉冉，自此飞黄腾达，短短六年便从都尉晋升为了骠骑将军。韩江雪被陈和，他却飞黄腾达，怕是想甩了这个累赘吧。当年我就怀疑
所谓江雪红杏出墙，很可能只是余作霖撒的一个谎，又或者是余家设计陷害于你。那楠楠的亲生父亲是余作霖吗？那他为何这般对待我们母子？不行，我必须当面问个明白。李大哥，我随你入京。青洛，你可考虑清楚了。只有去了京城，我才能查明当年真相。若余作霖胆敢伤害我们母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好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也就不阻拦你了。我会竭尽所能保护你，楠楠父亲之事，我也会全力协助。多谢李大哥。拜见玉阳君。开门。是。哎，起来啊！哎，拜见玉阳君。叶公子，看在您与我组队以来表现得还不算无药可救，宽宏大量如我，便破例将破相散解药相赠，愿你日后好好做人，否则我还是不会放过。这是姑娘留下的，可有什么讯息？来救我？不好，青洛在求救。公子，李子帆他们已经启程回京，即刻出发。是。嗯，是主任，是主任，走走。主任，这间伏龙客栈列为封仓国境内客栈之末，卫生状况堪忧，属下立刻去安排此间员工重新考核，务必改善卫生状况。青洛的这些护卫倒是周到啊。客栈经营不善，让李大哥见笑了。哎，刚刚那些江南小菜不合你胃口，这是你以前最爱喝的珍珠翡翠白玉汤。怎么，这些菜不合楠楠胃口啊？伏龙客栈的菜我都吃了六年了，都要吃吐了，合胃口才怪。我挑选这伏龙客栈，本是希望你们住得更习惯，却未曾考虑到这一点，是我思虑不周了。楠楠，你且忍一忍，等到了京城，我带你去京城最有名的秦楼，到时候饭菜任你挑选，如何？有脆皮烤鸭吗？那是当然。这个拓跋学手果然很听话，
还想着贿赂我。鸡来喽！比起吃鸭，我还是更喜欢吃鸡。青楼，我看楠楠也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不如到了京城，我就给她找个老师授课如何？也好，是时候该送她去上学了。不好，这个拓跋血手不仅对我娘图谋不轨，还想要控制我。我玉晴楠可不会这么容易被你打败。不能进。拜见玉阳君。小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好想你啊。小叶，那个拓跋血手对你实乃图谋不轨，你快帮为师好好教训他。你怎么又跟过来了？我不是把解药给你了吗？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这是何意？这几天看他对女人规规矩矩，原来他真正的兴趣竟是男人吗？还是男女通吃？我是何意？李大人不如去问问你的好手下吴哥，吴统领在药王岛处理后事。都饿了，小叶。小主人，你慢点。
心知肚明，我绝不会再允许任何人把江雪再从我身边夺走。任何人，即便是你玉阳君也不行。啊！完了。陌上秋草黄，人间数落几道长。嗯，不曾荒凉，心心能发展。我确实幸运。说你参加一些大会到底什么目的？哈，你是不是对我？明月思念为伊人绵长，别以为长得好看可以为所欲为，小心我把你变成猪头。如今你的解药已经给我了，喝酒也喝不过我，还能怎么变？你说你怎么在梦里能这般难缠啊？看不吧，断绝。玉清波，遇见你之前，我还从未醉过。陌上秋草黄，人间出落几道伤，不曾荒凉，心岂能发荡，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，年轮复写了几卷。别缠着我。天舟，起来！你怎么在我床上啊？昨夜是你抱着我不放的。你放屁！我怎么可能抱着你这个臭淫贼不放？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？占你便宜？这才叫占你便宜！徒儿，住嘴！算你有点良心。嗯，不过徒儿，你为了师父和你师奶也算是用心良苦了。嗯，
娘亲，你们继续，我先不打扰你们了哈。继续继续。那玉清，哎呀，你都跟楠楠说什么了？没事儿，来，先把醒酒汤。不说是吧？那你别说了，本姑娘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，少量下的多。别点了，没用的。你有这时间，还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。一个时辰后便自然没事。如果出什么意外，可不怪我。你们几个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让那个臭淫贼晚上在我房间过了一夜呢？严重失职，这个月的月银没了。关键时刻靠不住，你说说你们，知道小韩好酒还不看着点，要不然我怎么会？小韩再也没用啊，昨夜主人执意要留他，谁都拦不住。今晚咱们不醉不归。主人，你喝多了，主人，我们两个给你准备了醒酒汤。本姑娘今晚喝没？还没尽兴，给我钱。你喝一点吧，主人。不喝。不是，这，主人。走。继续喝。那什么，下次我再喝酒，你们都看着点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听见没有？每次劝您不要喝，主人不还都是这样？我，小草是在说小主人今天特别奋发图强。嗯，一大早就起来抄《古诗三百首》了。对对对。是吗？啊，对对。嗯，那我去看看。主人请。去去。你以后少说话，注意点。这个那要斜过来。这样。想利用楠楠让我屈服，我偏不让你得逞。再练一遍，一撇一捺。楠楠该吃早膳了。哎，娘亲，你看我乖吗？是徒儿教我写的字，还不错。真是个无情的女人。对，无情。主儿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娘亲也没有我这个儿子了。楠楠，不如咱们离家出走吧。好啊，为师最擅长了。不过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哎，你不是最爱吃香酥鸡吗？我知道京城有一家饭店做香酥鸡，那是一绝。真的啊？嗯。好，为师去意已决，目标香酥鸡，去京城。来。
藏，陌上秋草黄，人间数落几道伤，不曾荒凉心岂能发荡，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，年轮复写了几卷，一命运如常，梦在越沉越不完，明月思念为一人勉强，就让这眼泪好强，铭心是隐藏，人影过后荡，解除时光之手之狂，纵横过千险算绝途往情深。